主料：银耳20克，猪骨500克，枸杞5克，香菇10克，大米100克。辅料：姜片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银耳、枸杞、姜片、香菇，按下电压滤锅的煮汤键，约40分钟后即可。取出一部分放入煮粥包中，大米洗净，将大米放入煮粥包与银耳猪骨汤一起煮，大约一小时后即可取出。加盐调味。烹饪技巧：不要煮太粘稠，水里自行调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